这个是两年啊，又专门成立了一个青岛广播电视传媒集团，是个纯企业性质的单位，又划出700多人，如果加起来讲一共3000多人。目前我们青岛专门从事广播电视工作有1100多人，这样。目前青岛这个广电呢、啊，这个所属的这个主要的这个除了广播和电视这两个主要这个平台之外，还有广播电视报，网络电视台，还有移动电视，还有手机客户端等等，就基本形成了一个全覆盖的啊多平台的这么一个全媒体的一个架构吧，播出架构。所以现在就是整个青岛广播电台啊，就除了两个主流啊频道、主流宣传平台之外，还有包括啊手机啊、网络啊、电视报，基本上覆盖。所以说我从我们这个地方发出的声音啊出来的图像都是权威的，也是首先是具有权威性，同时呢还有及时全面，有些啊还有一定深度，就是给我们市民啊，给我们市民每天发出的东西、发出的信息啊，都是有相当的可信度。特别目前面临的这个网络啊冲击啊非常大，每天我们这个作为新闻宣传部门啊，这个承担的责任也比较大。首先要有强烈的这个新闻敏锐性，是吧？对每天的事件发生啊，还有及时的判断，哪些该播，哪些怎么播，这也是检验媒体人他一个职业素养哈、职业能力的哈、一个很重要的事情。目前我们应该青岛广播电视台啊，广播的6个频率还有7个频道，基本上这个节目的收视率是照着基本上都在我们的市场份额，广播在青岛地区是30%-65%。电视是30%，这个作为一个1000多人的这么一个大的这个单位啊，这个部门啊，必要的机构它也还是需要的。除了我们的主流就宣传这些，我们的主要人才啊，主要人才、主要的力量都基本上都在这个宣传一线。那么，围绕为宣传一线服务的还有我们办公室啊，下设我们办公室、人力资源部，这个总编室呢主要是为宣传一线各个频道频率服务。那我们这个总编室是大总编室，那么它下设还有一个广播部，还有一个电视部。广播部也是有一个这个主任，电视部一个什么专门负责平时的这个新闻宣传管理。另外我们这个作为一个广播电视啊，刚才在电视上讲，主要还要靠技术来支撑，所以我们的技术力量也是比较强大的。我们专门有一个副台级的啊，叫总工程师，专门负责技术管理。那么技术呢，包括电视播出部啊，电视的技术，还有这个还有一个发射塔。发射台啊，广播的发射台，还有广播的技术，这些啊，我们啊都在技术方面都安排了这个精兵强将。每年的这个技术设备方面的投资啊，也都在几千万以上，来保证我们的技术啊，都能够及时的满足这个宣传的需要。刚才各位老师也看到了，我们这个6种这个高清演播，在地方台当中也是先进吧，这个应该说在地方台，那为什么呢？就是地方台还是可以的。那目前青岛广播电视在全国副省级城市啊，就计划单列城市啊，应该也属于一个第一方台。地方，但比起像深圳啊，杭州这些南方台，我们还有比较差别。
在山东台，在山东地区，青岛台无论它的体量，还是影响力，还是收入，都是在全省是领先，包括目前我们青岛拥有一些也经过多年的这个实践吧，也达到了一些平台啊，包括刚才各位看到我们广播有航空在线，航空在线就是市政府和我们广播电视台合力来推出的这样一个栏目，今年已经办了10年了，每天每周5天雷打不动，除非就是重大的节假日，像春节啊这节假日啊上线啊，平时礼拜一到礼拜五每天都有两名主要领导单位的，比如说卫生局或者教育局都有领导啊，主要领导和分管领导分别上线接受这个听众的质询这个还有这个情况啊，应该说一定程度上也考验我们的官员啊，这种执政能力和执政意识、执政水平。另外一方面啊，也搭建了一个就是我们倾听民生的这种平台。这个节目能坚持到10年啊，说明它有一定的生命力。每天接触的这个热线还是非常多的。有些也不乏一些非常非常尖锐的、具体的、复杂的问题。好多次啊，也让我们这些官员们不错。反而这个节目播出之后啊，还是市民的欢喜。有些长期得不到解决的，上了这个线，打通了电话，表达了诉求之后，反而他就能够迅速的。因为他都是在这个大众的监督之下，所以说给这个我们的官员啊也造成了很大的压力。那这个节目还是受欢迎。这个包括我们还有一个生活电视的生活在线，每天1个多小时、2个小时，还有今天我们看的那个今日，都属于社会生活里的这个栏目。它的社会就反映了社会的一些老百姓的一些问题、一些纠纷问题啊。有些交通方面的、医疗方面的、教育方面的、这个劳保方面的、房产方面的，包括一些这些栏目，都属于我们目前的品牌栏目，也是保证我们的收视率的一个比较好的。下一步我们还有一些兴趣的发展。经营情况来看，目前刚才说了，在副省这个计划单列城市这个算是第一方阵，但是呢，总的体量过去在有线就是网络没有话筒之前，每年是在10个亿、11个亿左右、12个亿。那么话筒之后每年广播电视的这个广告收入。2013年是6.5亿，其中广播的广告收入是1.42亿，电视的广告收入是3.84亿。因为我们集团就是集团在分业集成员也属于在合资，它也有将近3亿的收入。体量尽管不是绝对大，但是在山东它是可以的。大家各位专家领导有什么问题，可以我们办公室、总编室这些都在这儿，还有哪方面的问题可以跟大家交流大家好，我是那个东华新闻记者协会市长，自由新闻社社长，我是台北市新闻记者协会市长。中华新闻记者协会是由全台湾电视、报社、通讯社、网站、杂志的负责人以及新闻工作者所组成，在台湾是一个最具有影响力的新闻团体之一。
家都知道，新闻媒体一向是沟通的平台，透过这个平台去增进两岸人民的认识、了解，进而产生互信。那么这一次，我们是抱着学习的心态到青岛广播电视台来进行交流，希望借着这次交流。而且两岸的交流有其必要，对，哎，有绝对的必要性。都是新朋友，基本上到现在成老朋友了。今天晚上是广播电视台和青岛市民共同来宴请开晚会。我先简要的把青岛的一些基本的情况说说介绍一下。你看青岛是比较南方的城市，建制于帝国主义，当时清朝的最大，清王朝的这个青岛沈阳设立衙门，就是清朝建设的，这个到现在是123年。再一个就是这个青岛市是也是一个咱们大陆的一个经济重镇，就是经济中心城市。在过去没解放之前，由这个上青天，上海青岛天津方城，这个解放之后是综合性的工业化，上青天上京发展经济化，再一个旅游。一年旅游的收入占整个青岛市的国民生产总值10%，1000多亿，
么再一个就是文化历史研究，特别是在上一个世纪的30年代，一大批这个文化人到青岛，所以青岛啊历史短，年轻，但是是一个历史文化名城。中国第二批历史文化人，国家名城，最年轻的一个城市，最年轻的城市，就是建制名，对，建制名。再一个就是，也是一个奥运城，这个大家都知道，88年城市，大奥在开这个奥运会，青岛是一个奥运会的帆船比赛基地，这个唯一的是一个是香港。对吧？香港是马术可以打奖的，可以加可以收金牌的，可以收金牌的，可以升火炬的。所以当时我们两个都在奥运集团，当时我们是出了4期特刊，就是跟踪这个奥运赛，到最后又出了一个专刊，很厚的专刊。广电那边是直播，全程直播。所以现在这个奥帆城市帆船运动在青岛现在逐步形成，在青岛还是很有特色。青岛和台湾的这种联系是源于历史。刚才老师介绍30万，是全国第二多的人数在台湾，这第二建船的建船的青岛。对，都是从青岛过去了，就建制的，对副长学校，对一些包括林青霞什么的，因为这个